巴林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好朋友、好伙伴。近年来，在我们共同引领下，中巴关系保持平稳、健康发展，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。今年是中巴建交35周年，双方一致同意以此为契机，将中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这是中巴关系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。